机场一定有大批粉丝守候噶，呢日机场又再次人头涌涌，等候迎南元宾抵港啊！当中除了有香港粉丝之外，仲吸引到台湾同埋韩国嘅粉丝，佢哋都分别拎住元宾嘅海报、灯牌喺等候区入面期待住偶像嘅出现。等咗咁耐，元宾终于出现啦！当佢步出机场嘅时候，现场即时传出尖叫声啊！虽然元彬呢日戴住副黑超，个样好似好酷咁啊，但系见到一班粉丝咁热情，佢都好识做，不停同粉丝挥手，仲主动行近佢哋接受粉丝嘅礼物，令到佢哋嘅情绪更加高涨啊！之后元彬去到下榻酒店稍作休息，就出发去为音乐会彩排。元彬一现身，现场粉丝又再起哄啦！呢日除咗有元彬抵港之外，奥斯卡影后苏菲亚罗兰亦都嚟到香港进行佢亚洲巡回之旅。一身贵妇打扮嘅苏菲亚全程都翘实身边嘅男子，佢亦都好友善咁样同传媒挥手。苏菲亚透露，今次将会喺香港逗留2日，作一连串嘅宣传活动。